冇錯，今日嚟啊撐下我個朋友場啦，開咗間咁好啦，咁大啦，同埋好中意食啊，睇下諗住可唔可以黐撐。其實我是不揀飲擇食的，因為我本身一是自己很喜歡吃東西啦，很喜歡煮東西吃啦，還有呢我媽咪小時候的時候對我很嚴格的，即譬如我不吃苦瓜啦，她就整個禮拜只煮苦瓜，所以呢就培養了我一個良好的習慣，我是不偏食的小朋友。有啊，因為咧我爹哋都係做中廚嘅，咁所以咧我細細個咧，我媽咪又煮嘢好叻噶啦，咁所以成日細細個都會去入去廚房偷嘢食嘅時候咧，咁就順便可以偷下師咁樣咯。啊、其實咧，我哋依家就個人發展多嘅，咁我就主力拍劇啦。咁其實咧都有意欲想出歌啦。咁但係咧就佢哋咧都係有其他唔同嘅方面去做啦，都有拍劇啦，有接廣告啊等等嘅嘢咯。咁就大家都好忙啊。咁如果咧可以合體再出翻隻歌咧，就梗係好啦。咁因為其實咧諗翻起，我哋都已經變咗前輩啦。已經變咗前輩啦，咁就同埋依家睇到啲新嘅女團啦，我覺得佢哋好勁好叻，我自己都好中意咯，咁所以加油加油！個八婆幾時翻啊？聽日啊！你究竟幾時飛去？哦，你講緊美麗戰場係咪啊？哦，咁其實咧，我覺得嗰個角色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因為首先咧就我未試過著得咁少去做戲啦，第二咧就係、是、做一個即係婊子啦，做一個八婆啦，咁其實咧就個挑戰都好大，所以咧。當我收到一個角色的時候我都已經即刻係咁不斷睇一啲唔同嘅八婆嘅演繹啦，咁我就希望可以做到嗰種感覺。咁好好彩啦，加上阿葉導啦，葉念心導演嘅即係佢不斷喺度街我之後咧，我覺得成個角色咧佢都好滿意，而我自己做完之後我都覺得好滿足咯。其實都想試，因為我依家暫時喺做演員方面咧都係叫做新人啦，咁所以其實我都係咩都好想試多啲唔同嘅嘢，希望可以有多啲嘅可塑性俾自己咁樣咯。所以我又唔會去特登規限一啲某嘅角色唔做啊等等嘅嘢。會啊，因為咧我之前即係我 keep 住都不斷去拍唔同嘅劇啦，咁嚟緊好似九月咧都會有一套啊。好似破毒強人我都有客串嘅，即係依家播緊啦。咁但係就唔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角色啦。咁但係都我覺得都影得我好有型啦，所以咧我都好想好期待睇啦。咁嚟緊九月又有啦，咁我依家又拍緊其他劇啦，咁所以就希望陸續都會見到觀眾們咯。